和伯克一样，亚当斯在旅居法国的时候，开始逐渐反感启蒙知识分子和卢梭信徒的各种狂想。这位曾经的农民之子，担任过教师、律师、立法委员和大使，他了解民情，通达时务。对他来说，那些关于自然状态、天然平等或普世之爱的说法有悖常识，也和他的出生之地新英格兰的道德观不符。因此，当看到这些法国理念在美国各州广泛传播的时候，他写下了《为宪法辩护》这部巨著，并在1787年出版，期望影响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3年后，他又出版了论文集《论达维拉》，批驳了有关人和制度可以完善的理论。亚当斯和伯克用不同的武器，分别对激进主义发起了反击。伯克使用的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理念：成见、习俗和自然权利；而亚当斯使用的，则是对人性和对国家制度的分析。作为清教徒的后代，亚当斯清楚人性的复杂，人有上帝的形象，但这形象已经受到了罪的污染。在分析人性的时候，亚当斯展现出来自圣经的智慧。他常问的问题是，人的动机是什么？亚当斯相信，人的本性远远超越简单物质需要的层次。人类不是仅仅让欲望驱动的生灵，人有情感的需要，也渴望被同伴关注、尊重、称许、爱戴和仰慕。亚当斯认为，人需要在理性和良心的指引下平衡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只有宗教信仰、稳定的社会体制，加上直截了当的承认自身的缺陷，才能让人免于隐藏在其背后的灵性败坏。亚当斯在《论达维拉》中与之对话的孔多塞侯爵却不这样认为。孔多塞啊，相信人性中的天然良善，他相信依靠纯粹的理性作为社会的指引。这位法国侯爵宣称，社会主义思想的目标不仅是权力的平等，而且是事实的平等。承认人性的软弱，尊重产权，接纳无可避免的自然差异，这些人类安宁和平所依赖的因素，统统都被孔多塞忽视和否认了。1814年，年迈的亚当斯告诉杰弗逊，人类事物是可以改善的，也能够被改善，但是他从来都无法理解人类思想可以趋向完美的理论。在他看来，这种理论荒诞不经。人类的进步取决于上帝的意志和保守性的社会建制，这个过程是缓慢而痛苦的攀升，就好比独眼龙为瞎子领路爬山一样。强行追求启蒙知识分子和卢梭所设想的那种完美，会摧毁真正的进步。因为那些理论要么假定人人都有智慧的头脑，要么假定人人都有良善的动机。而对政治事务有实际经验的亚当斯知道，这两者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智慧与道德能不能通过教育来培养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各类资讯、报纸、杂志、图书也越来越容易获得。但是不断增加的知识会让人类变得更有智慧吗？亚当斯说，仅靠人为手段带来的良善与知识，绝不可能克服人的欲望、激情、偏见与自恋。与那么一点点新学问相伴而来的是骄傲，随着骄傲而来的是普遍自大的危险，要抛弃一切旧有观念的危险。亚当斯本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并非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形式上的教育无法大幅度地改变人类内心的倾向，只有困难的很多的道德教化才能实现人类得以真正进步的那种道德提升。这种道德教化来自历史经验教训和圣经中的自然法，这种影响
像蜗牛般的缓慢。因此亚当斯说，知识与美德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单纯的智力也与道德无关。对道德至关重要的是区分善与恶的能力，换句话说是良心，一个几乎要过时的古老词汇。人能长存无愧的良心吗？人生的深刻教训无法在学校中学到，进行人间天堂式的试验也从来不是解决的办法。人性本罪，生活也会带来苦难，而那些承诺救我们免于所有苦难的精英们，反而会让我们经受更多的折磨。那么谁能成为领路人呢？谁是那个带领瞎子的独眼龙呢？请关注晨光学会英美保守主义系列的下期视频，自然形成的贵族。